Hello， 大家好 ，Eric 有机会呢，接受了一个很棒的一个免费的一个服务体验，就是除尘螨。OK， 接下来就我们大家一起看下去吧。对对对，可以看一下房间空气长怎么样。有看到？好，有水。对对，有干净的。好，干净的水。好，去我就白做了。对啊。好，那顺便先在开始之前问你个问题，就外面空气比较干净。一般人会觉得里面，可是其实应该不一定了吧？没有一般人啊，但是只有一个正确答案。如果这样子问的话，应该是外面空气比较干净。为什么？里面不通风是不是？其中一个原因啊，再还有一个很主要原因是外面会下雨。下过雨之后，雨水会把空气中的脏东西洗掉。会净化。对，没下雨，早上如果你那种大概四五点钟，早上会有露水。哦，所以雨水入水就把空气中的脏污就带到地上吸掉。对，可是家里就不一样。你看家里就是四个墙壁天花板。对啊，他们都打开嘛，让雨水入水就吸。对，而且我房间又这么乱这么脏。这个跟那个一点，对，这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主要是因为家里你不可能把门窗全部都打开，让雨水入水再吸，因为这样子整间就都是淹水哦。对。那再加上空气不流通。对。所以应该说家里住多久就累积多少货。那其实老天对我们还不错，就是会去帮我们洗。那其实我们在家里就 Taylor， 这是德国品牌，好，这一台机器，好 ，OK。那再也就是说，我们过滤出来的空气就几乎可以达到100%的干净，因为水是流通的。那再也是其中的原因哦，再也最重要的关系，你用手摸看看，第一眼，越大速的越快嘛，哈。对，它也有作用频数的问题。好，效果越有。一般像基本上市售的那种清洁机，其实它还有频数问题，吸力并没有那么强。对，但是我们可以试用到30平的大平，就不需要移动。哦。那当然就是说，像这样大概四五平大的房间，大概睡前开了10分钟，他就把房间。马上灰尘一大堆呢，哈。十几秒而已。真的呢。而且你看哦，正常都开十几分钟，看到要多多少倍。真的很可怕。这都是。而且你看，我把灯关掉，你就看不到。对，所以你每天都在家里洗澡，哇塞！而且你看哦，你看哥，如果我把这个水倒杯子里面，很可怕，这都是尘，灰尘，不知道都有，可能，对吧？消毒干净，消毒干净，好。要经过10到15分钟，差不多了。像这样大小的房间，一房间大小而定，像这样大概14分钟就很够。把里面的水过滤干净，这样水没有了，空气啊，空气，水怎么干净？现在你在过，水变脏啊。现在你在过滤空气这样子，好。然后趁这边吸就可以了。好，吸地板，轻轻的。像一般吸地的，不会有那种跟地板在拔河的感觉。然后我们这个扫把头，它是做卡榫，它是可以左右转，上下左右都可以，可以360度。是，你现在就可以这样看。好，可以手拿这边。OK， 哥可以摸摸看。基本上我们这个吸过地板啊，就不会那种沙沙的感觉。会比较清楚。这样这里拍还好。那该不会就是尘螨？拍打震动。可是要这样子只吸到表面吗？还是里面的会把它震？它用拍打来跟手。
刚才换干净的水。哇，刚才的那个床的那个嘛哈的污渍脏脏尘尘尘螨，就是说我说两三个礼拜。嗯，那个是清洁。